Hello， 朋友们，你们听说过带香味的手机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会是什么样的。噔噔，在这里。好香啊！我打开包装的时候，我就闻到这个香气了，而且它的科技感和时尚感全部都拉满了。给你看一下，一台 Motorola 50 Ultra， 还有一台 Motorola 50，两款折叠屏手机。这个绿色和这个橙色呢，都是2024年的潘通流行色，时尚又好看，开心！我又 get 到了新的时尚小单品。哎，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个新的这一款呢，它的这个外形就非常的精致小巧，可以非常轻松的放进你们的小包包里面。话说啊，这台 Motorola 50 Ultra 有一个非常大的外屏在这里，怎么样，真的惊艳到你们了吧？当然也惊艳到我了。手机里呀，还有一个随叫随到的神奇 AI 助手，嘿，小天，在呢。除了我手里的这两款 Motorola 50系列，还有很多其他的配色都很好看，快来找找属于你的色彩吧。Hello Moto。